刚才跑得不错，保持这个状态，明天的资格赛没问题。多亏了你这些天给我做的特训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啊？怎么了？刚才我在跑的时候，感觉车身有些晃。有吗？要不然这样，等一下拉去P房里做一次全面检查。胖子，你看看那儿，肖晨说车身有点晃动。林姐，怎么样？是什么问题？ 我有一个问题，自大。哎，工具箱，你来回折腾那么久了，看出问题没有？这也太奇怪了，螺丝怎么会掉下来呢？这不是正常的吗？不正常啊！你们今天跑之前，我都做过检查和调试的。你是不是故意整我？你疯了吗？我怎么可能这么做？ 这可是关乎车手生死的事。哎呀呀呀，开个玩笑嘛，啊？我看大概是因为我开的太猛了。再猛也不至于。你不要那么认真嘛。哎，可能就是因为我一下子开太猛的关系。走吧，这都几点了？